大家好，我们的那个专案叫做智慧健检平台哦。那这个起心动念来说是来自于我们的坑主哦，是叫 Evon，不过他因为现在人在 LA，所以不方便参加。那由我这个组员来代表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专案。那我们坑主的话就是 Evon 的话，他本身也是在4月的时候，因为照顾他。母亲突然就是被诊断出来，就是有那个大肠癌，然后而且是比较晚期的部分，然后他就突然就是从美国赶快飞回来照顾他的母亲。那这个状况来说，其实是在于说，平常他母亲都有做一些固定看诊，因为人到一定年纪之后，有时候就会有慢性病嘛。那慢性病来说，就会固定看诊，但是看诊的时候的话，就是也做一些检查，但是都没有发现说有这个大肠癌的这个事情，那这样子的状况就会让我们很 shock，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家人都是平安的，可是突然对发现说他没有那么平安。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可以在那个健康检查这部分来说的话，去帮助保护我们的家人。可是健康检查有很多一些专业的知识哦，那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可以去服务这些需要这些知识、需要这些意见的人。那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就是陪伴健检的一个聊天机器人。那透过这个聊天机器人去跟需要使用者去做互动，然后最后能够帮助他把这些聊天的过程整理成一个就是就像这边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聊天的互动之后，让他去等于说类似。你可以把它简单概念讲，就是他先填一个问卷，然后通过这个问卷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可能比较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检查，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般做商业检查，其实会有很多状况是说，我就是给你一个套装，然后你就做这个套装。那做完之后，你也不知道哪些东西对你真的是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十人百色哦，不会有一个人是一样的。那哪些是你更需要的？如果你没有去先了解，你可能只是接受一个商业套装。就像我们有些亲人，他可能平常有在做检查，可是真正比较危险的部分没有检查到。那我们希望说，最后能够就是透过这个会诊之后的话，就是说能够给那个我们的这个使用者能够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说他会给他一个我没办法这样直接点，抱歉。时间到了，那还有1分钟。好，OK，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聊天机器人是透过那个 Google 的那个 Dialog 的那个界面哦，所以说即使不会写程式的人，一样可以一起来做。那当然有需要比较复杂的一些问答的时候，我们会透过那个 Webhook 去接到那个就是后台的 server 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能够去支持这样的一个问答这样，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最缺的其实是医疗背景的人，因为我们希望帮助人，可是我们不能给出错误的讯息啊。那我们需要一些人来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内容，来帮我们做审核。所以说，希望说那个特别是有医疗背景的人非常欢迎哦，那跟我们一起讨论。那昨天晚上我们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到11点固定聚会，那目前都固定聚会。那昨天刚好美国有个医师，他要回来台湾，然后他要参与我们聚会，给我们很多建议。这个都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的，那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参与。那即使你是单纯对这个好奇的人，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好，就是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们很乐意跟你介绍。谢谢大家。好，谢谢他们。